第四十天跟五千，这首签诗你主要吼，甲看这四句的每一个尾啊，这三字成露味，定光辉，无损失啦，喜相随啊。所以这个签诗讲贵人甲机运啊，都已经到位啊。所以信物啊，暗中会帮忙。所以你看项目内底干那失误啊，较重呀，其他吼、哦。都平稳顺利啊！这王宝钏啊，伊有一日吼、哦、去面望太阳落地的门前顶啊，哦，足光的啊！所以伊家己认为吼、哦，因缘天注定啊，太阳代表查甫的嘛，所以伊就坚持吼、哦，要抛绣球啊，绣球吼、哦，怎抛出去了吼、哦，怎一阵怪风啊，甲吹去较远的墙角的啊，哇，煞叫一个。乞食啊，捡到啊！啊，这乞食啊叫做薛平贵啊。所以这个薛平贵本来是家庭真善家，住又环境不好啊，所以伊就冒绣球啊来招入去宰相府啊。伊就王宝钏是宰相的千金嘛，宰相看一个讲爱绣球啊，煞叫乞食啊捡到啊，坚决反对啊。但是王宝钏坚持要嫁予薛平贵，伊认为讲这姻缘哦，未使去违背啊。所以平贵啊，伊就牵着王宝钏，就走去带伊个韩游啦。韩游就是乞食寮啦。无偌久，城外人咧报讲，恁闹怪物啦。啊，平贵啊吼，住到凤阳去看卖啊，原来一只马啊，迄只马野性真强，但是伊个驯服啦。那驯服了，皇帝煞知影这个风声，知影伊个胆识真好，伊就啊个派去做兵哦，对这个苏主将啊。曾西良一个去做兵就十八年啊，十八年了，因见娘啊，伊甲当阿韩游，当阿韩游，两个拢未熟悉，因为十八年啊变化太大，两个人就用话聊天猛了解，尾啊兵贵提出伊要离开的时，宝钏吼用血写伫薄迄个血书啦，吼、哦、啊两个甲相认啦吼，这首签诗啊，羡慕夏天去支持咱吼。就是伫上平常的小细节，你家己都要真注意啊！你家己啊，心条在，坚持你的专业，啊人做正吼，时间过啊久啊，步骤过啊多，嘛拢会成功。啊，心灵呢，暗中拢会保庇啊。